台中南区房价站稳四字头，工学商圈新案，昆联发工学会带你们看。坐北朝南，帝王坐向南区少数单层四到六户，无论两房三房都能享有户户边间双面采光，卫浴通风。看样品屋时呢，一定要实际坐一下沙发，感受一下沙发到电视墙的距离。像这里呢，25坪两房空间，这客厅深度呢达3米以上，这已经是一般三房的尺度。全套 Panasonic 橱柜来自日本原装进口，一般台面约2米，这里做到2米45，一旁可以设计中岛，实际测量中岛长度可以做到2米4。往后走是两房空间，单身或小家庭全家都很适合。卫浴干湿分离，有开窗，再配四合一暖风机，不因小坪数牺牲通风采光。35.8坪三房两卫，进门有玄关，大面落地窗采光，客厅深度更达3.5米。L 型独立厨房，电器收纳柜也先预留好。往后走没有过多的走道空间浪费。三房无论哪一间都有开窗。主卫和次卫浴配备等级一致，不缩水。洗脸台免治马桶、暖风机，全是 Panasonic 日本原装进口。工学会由7期团队设计规划，包括建筑大师李明哲、民宅景观推手张立仁、结构安全第一把交椅陈志忠，要成为南区的少数。基地位居是新进项，坐享机能又有重化区的宁静。昆联发工学会有兴趣，赶快截图留下资讯。